起摇摆，三二一 clap。 Saturday night， 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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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开瓶醉酒，期待已久。醉酒提醒您本期看点：一念关山小分队，勇闯好六街。江湖传言，咱们好六街有一把绝世好剑，今天我们就特意来这里，想找到这把绝世好剑。少侠有招式，弹剑四五剑，诗诗唱三二一看。我跟他合作了四个月，没听过他唱过一句歌。要拿麦吗？确实十一年没录节目了，要拿麦吗？诗诗跳 flow、我跟你说，下一轮诗诗在发完球，你不能再盯着他搞了啊！把你这十年的都补上。少侠听指挥，漂亮！三二一，看这边。诗诗姐直接定住了，你泼吧，我就拿这杯水，该我了，先准备防住就行了。来，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三，该他了。笑死眼泪。这个游戏玩出了从来没有过的一种祥和。少侠请推理。我们总共八个令牌，诗诗目前是唯一的好人牌。六道堂的少侠中有清醒的少侠，他需要集结所有的清醒少侠才能拔出我们的六方宝剑。最终他们能否拔剑成功？你好星期六首席合作伙伴醉酒，开瓶醉酒，期待已久。淘宝你好星期六，下节更精彩。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。星期六精彩看不够，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，12月16日天猫双蛋鲤鱼季开启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好六街，欢迎大家，掌声欢迎一念关山剧组的朋友们。首先是好久不见分外想念的我们的诗诗，欢迎刘诗诗。大家多多支持啊，这是一位综艺新人好吗？上一次录节目还是11年前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今天是什么心情？好紧张啊。好紧张啊。我们掌声给诗诗好不好？大家都很爱你的哈。我们请诗诗来给大家做自我介绍，主要是一念关山里面的角色好不好？大家好，我是刘诗诗，我在一念关山里面饰演的是任如意，然后她也是前朱一卫左使任心，他是一念关山里面的最强剑客，刺客，最强刺客。好，用剑的刺客，简称剑客，好吧？好，简称剑刺。对，哎呦呦，大哥，这话接的呢，棒棒的呢。剑的刺客。好，另外呢，欢迎我们的老朋友雨宁，欢迎雨宁。在下六道堂堂主宁远舟，大家好，我是摩登兄弟刘宇宁呢，在这个一念关山当中饰演宁远舟。
好，另外两位是新朋友了，首先是我们的方逸伦，欢迎小方。大家好，我是方逸伦，在《一念关山》中饰演六道堂阿修罗道于十三，喝最烈的酒，打最痛快的仗，交最好的兄弟，做最潇洒的仔。哎呦，潇洒的仔小方。另外是我们的豆豆荷兰豆，欢迎荷兰豆。大家好，我是荷兰豆，我在《一念关山》里面饰演的是公主杨莹，在戏里面呢，我是女扮男装，然后一路跟着六道堂的大家伙们一起披荆斩棘，然后也是最后成为了自己梦想中人如意姐姐的样子。哦，豆豆在里面是一个养成系的剧本啊，值得非常的期待和关注。今天呢，我们《一念关山》的朋友来呢，各位少侠其实是有目的而来的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个江湖传言咱们好六街有一把绝世好剑，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特意来这里，然后想找到这把绝世好剑。对哦，六道堂跑到六口水来撒野我们好六界有一个六方宝剑。哦，六方宝剑，但这个剑呢，告诉大家目前是拔不出来的。对，要怎么才能拔出来啊？泽林，这个就要给大家说一下，我们这把剑呢叫做六方宝剑呢。等会儿大家依次去抽取身份，所有人当中有四位少侠不慎中毒了，有三位是清醒可信的少侠，还有一位幸运儿会得到万毒解，成为百毒不侵的少侠队长。少侠队长需要在后面的挑战中得到线索，并且交换队友，争取集结所有的清醒少侠，才能拔出我们的六方宝剑。哎，真的哎，真的拔不出来，真的拔不出来。而且最好笑的是，我们导演组的设定说，这把六方宝剑插进了马栏山。马栏山，第一次见到具体的马栏山，长这样哈，长这样子的，对。好，那么我们接下来呢会通过下面一个游戏来获取各位的身份，我们就知道哪四位才是真正可以合力拔出这个六方宝剑的少侠了，我们拭目以待。好的，我们各位少侠呢都是有备而来。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动作来比划比划招式，决定的呢是各位抽取自己身份令牌的顺序。没错，这个游戏呢非常简单，就是动作版的萝卜蹲，是由我们一名队员先发球，然后比如说大哥蹲大哥蹲大哥蹲完，然后对方比如说雨宁干什么干什么、okay. 必须要做三次，然后再发出下一个动作，如果失败的话就直接淘汰。好了，我要第一个淘汰。觉得可以可以，很简单很简单。所以呢我觉得啊，我们发球的人应该是诗诗，因为他先发制人，好不好？可以可以，来诗诗先来啊，看你要发球给谁。要拿麦吗？确实十一年没录节目了，要拿麦吗？不是，我想说如果两只手的话，另一只手怎么办？哦，你是一个两只手的动作哈，哇，那复杂了。对，准备啊，开始，来来，诗诗蹲诗诗蹲诗诗蹲完，雪琴双手合十，背后双手合十，背后双手合十，完了，我需要一个人给我拿话筒，我给你拿麦，呀，可以吗？背后双手合十，雪琴背后双手合十，雪琴背后双手合十，行吗？来来来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来啊，来准备开始。雪琴背后双手合十，不用蹲。雪琴背后双手合十，雪琴背后双手合十完，刘宇宁生气。刘宇宁生气，刘宇宁生气，不行，你要撅嘴。你好开心，撅嘴，要撅嘴，精髓是撅嘴。对，啊，刘宇宁生气，刘宇宁生气。旭旭，旭旭，宇宁生气，宇宁生气。这样的啊，这个节奏啊，来，雨宁生气，雨宁生气，雨宁生气完，谭剑四舞剑，舞剑，你舞啊，你得舞啊，来，拿剑来，真有剑啊。哎呀，好。这是一个才艺表演。大哥，这个好消息是你应该会，坏消息他刚才转了四圈，你抓起来得转十二圈。关键是还得转到中间来。对。弹剑四舞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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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弹剑四舞剑完，来个简单的吧。啊，来个简单，来个简单的，弹剑四舞剑完，诗诗。唱三二一，看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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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
是这样的，我跟他合作了四个月，他没听过他唱过一句歌。哎，那我可以换一个，好不好？好。诗诗跳三二一看，啦啦啦啦，那还是唱吧，要不唱吧，还是唱吧，要不。我跟诗诗有一个密码，诗诗说如果我搞不定了，我就蹲下。你就来帮我。原来是这样。我觉得唱可以，啦啦啦啦啦啦，唱三遍这个，啦啦啦啦啦啦，来。啊，诗诗唱啦啦啦啦啦啦，对，诗诗唱啦啦啦啦啦啦，诗诗唱啦啦啦啦啦啦，唱完，唱完，老情比心。这不送分题吗？老情比心，老情比心，再加一个，就他是这样，他有三个，他有三个，三个。老心比心，找我是吧？诗诗跳 flow。好好好，我真不行。我跟你说，下一轮诗诗再发完球，你不能再盯着他搞了啊，好不好？把你这十年的都补上。来奏乐，诗诗 flow 来，预备，六七走。完全不会，可以。可以，这样就可以，这样就可以，就好，对，发球吧，可以了。杨迪，杨迪，我干嘛？杨迪，公主抱，公主抱谁？我得看演示。哦，什么？等一下，我想问一下，杨迪也是抱豆豆吗？我就抱我们这边抱剑刺啊，抱我、啊，杨迪，杨迪公主抱，啊，杨迪公主抱，杨迪公主抱完，豆豆，我们来一个，你这样吧，你转圈比心，你这样，啊好，走。哎呀，抽了抽了，抽没有？抽了抽了，这个很标准，表情也得那么傻，然后那个转完的这腿还是在上边，主要是转完以后得抽筋儿，好难、啊。加油加油，你要转三圈，行可以哈，可以，悠着点啊，好，来，豆豆转圈比心，哎，可以可以，次，豆豆转圈比心，好，两次，豆豆转圈比心，三次，好，然后接下来是。豆豆向身边的一位人撒娇，姐姐姐姐要亲亲。好，要让对方的谁来？谁来？让大哥来。大哥。身边的一个人，对，这样吧，身边的两个人，哎呀，这样吧，三遍吧，反正就三遍，三遍吧，一人一遍，一人一遍，对，都要，我们都想要，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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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加油，来，姐姐姐姐要亲亲。弟弟弟弟要红包。到这儿怎么是这样的呢？还有一位哥，我是哥哥啊，别说错了。哥哥哥哥，要揍揍。好吧好吧，我觉得大家其实啊非常厉害，这个基本上分不出胜负，是，好不好？我们就这样，我们从老秦开始，这么着来抽，好不好？行。好，老秦先去抽取你自己的身份。我们总共八个令牌，然后其中有四个上面写的是这个中毒，然后其中三个呢写的是清醒，但是还有一个比较特殊，叫做万毒姐，也就是她会作为少侠那队的队长，她会带领着三个清醒的少侠，然后来完成这个拔剑的这个事情。
好，有四个是中毒的少侠，有三个是清醒的少侠，还有一个是抽到了万毒姐，就是目前唯一可以公开身份的好人，清醒队长。对，大家想办法要集合到他的身边。那么现在这位抽到万毒姐的朋友可以跟公布自己身份，这位少侠是谁？来，向前一步。只有一个，你们干嘛？只有一个，只有一个哈，猜到底谁是真的，谁是真正的万毒姐。好，来，请出列。谁？是的，可以公布，可以公布。他上面写的是百毒不侵啊。啊，是啊，因为万毒姐不就是百毒不侵，走不出来了。我好严谨啊，差一个字都走不出来这里。好，所以呢，诗诗目前是唯一的好人牌，是队长。你现在身边的队员是豆豆、雨宁跟小芳，如果幸运的话，他们三个是清醒的少侠。是的。通过下面的游戏，我会告诉你们线索，比如说你队里有没有中了毒的少侠，然后呢，你就可以换人。最后你要争取把清醒的少侠全部换到你这队来。OK， 好，刚才的这个规则大家已经很清楚。那泽林，我们接下来进入什么样的环节呢？上淘宝搜淘出666，抢最高666元红包，即抢即用，发现同款好物，好货好价，淘不尽。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少侠有头脑环节。开瓶醉酒，期待已久，醉酒提醒您稍后看点。三个字的角色名，这个角色有个标签是戴上眼镜儿。什么燕尘？这一秒看他一直在笑，然后他怎么能唱出声来呢？好，我们来听一下诗诗的单轨回放。想一想，我们的快乐大家，你理直气壮想一想。你好，星期六手机合作伙伴醉酒，开瓶醉酒，期待已久。淘宝，你好星期六，夏天更精彩。淘宝，你好星期六，现在继续。好的，现在呢，我们有两队啊，前面这一队呢是我们一念关山的剧组，后面是我们的好六团。两队当中呢，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全部都是纯粹的队伍。是的，我觉得有可能很纯粹，就是我们纯，就我们是个纯中毒，他们仨纯清醒，没有这么惨吧？那么出门在外呢，最主要的就是要有这个机智的头脑，所以第一个比拼呢，比拼的就是各位少侠的想象力，还有默契以及准确传递信息的能力。是的，这个游戏呢非常简单，叫做 emoji 答题。每队呢派两人站在我们的气球下面进行答题，一个人根据题目用表情包来进行描述，每轮答题呢有两次过的机会，限时3分钟，答题更多的队伍获胜。我跟队长分析一下，因为赢了游戏我会给两个线索，对，所以呢中毒的少侠一定想办法在里面捣乱。你可以观察一下，就有的人比如说本来特别聪明，然后突然怎么在这个里面反应那么慢呢，这种人身份就有嫌疑啊，是这个逻辑。好，下面要猜题的是诗诗豆豆，要描述的是雨宁。好，来，一直说就行，不管想怎么说什么，好，一直说。靠你啊。哦，别哦，来，3分钟计时开始。好，三个字的名著。红楼梦。回答正确。哦，都还没摆呢。第二题，5个字的歌曲名，这个有点难啊。哇，这难，这宁哥的歌是吧？不知道，应该是宁哥的歌。哎，这是个什么号？等于大约在冬季。记对了，第一个字是那个符号。等等你的季节。回答正确。哦、oh, yes。下题，3个字的角色名。好。哎，为什么是这个？啊？有，你们没细看。嗯，那个什么？程蝶衣啊？不是，角色呢？穆燕辰。哦，对。这个角色有个标签是戴上眼镜儿。什么燕辰？孟燕辰啊。回答正确。下题，2个字的艺人名。杨幂。回答正确。下一题，2个字的角色名。
龙葵是谁？他演的角色是哪一个？仙剑奇侠传。两个字，龙葵。好，回答正确。下一题，三个字的影视剧。这个好容易啊。狮子王。回答正确。下一题，四个字的角色名。这个难。这个在吗？这个好难啊。这个难。哎，好，非常好。琳娜贝尔吗？回答正确。哦、漂亮、哦哇。哎呀。下一题，七个字的影视剧。七个字。蝴蝶用过。孟宴臣那个东西又可以用了。对，第二号有一个很重要的，不是他。哦，对，是他。你把孟宴臣拿下、啊、他也可以。七个字的影视剧。哦，七个字。一男一女，然后有蝴蝶。古代啊。一男一女变了蝴蝶。可以。还珠格格。七个字。确实也变了。确实变了。不是香妃。七个字。梁山伯与祝英台，梁山伯与祝英台。回答正确，漂亮。对对对对。下题，四个字的影视剧。来，专门为你们做了个 emoji， 我都看到了。步步惊心。回答正确。啊。下一题，两个字的艺人名。中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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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对对对对对。唐嫣。回答正确。下一题，七个字的影视剧。五四三二一。哎呀、啊、哎呀、啊、哎呀，哇，已经非常棒了，来掌声给他们。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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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也很厉害，也很厉害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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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下面请豆豆休息，要猜题的是雨宁和小芳，然后诗诗来选 emoji。 对，好。豆豆感觉刚刚像上去看表演了是吧。那个格格那个 emoji 真的是那个一上来，我说待会儿有道题是步步惊心。我平时都没有看到那个 emoji 过。最精彩的是七个字的那个影视剧还珠格格。还珠格格一二三。你棒棒棒。好，计时开始。四个字的影视剧。一念关山。好，回答正确。哎呦，下一题，三个字的歌曲名。心。哎，蜜蜂的。哦，漂亮。什么？新蜜蜂。新蜜蜂。新蜜蜂，你的歌吗？新甜蜜蜜。回答正确。好，三个字的角色名。哦，哎，非常好。一个宝宝，一条船。以后我的孩子叫任小船如何？任小船。回答正确。这一念关山里面的啊。哇，下一题，六个字的歌曲名。三。漂亮。爱三，爱情三十六计。回答正确。下一题，八个字的歌曲名。这也挺难。哎，难。哎，八个字的歌，八个字的歌曲名，有一个关键的模具，找一找。给他一个这个。对，好。我的眼里只有你，没有他，是吧？超过八个了吧。哎，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你我这个试试。你给了这个。对，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。你你自己数数，那是八个字吗？哎，非常好非常好。中间是什么？中间是什么？眼睛。眼睛是用来干嘛的？看。看。对。然后呢？然后呢？然后呢？然后那个男生指着，你看见我的爱。男生指着那个对面的。真的快说出来了。男生看那个对面的。
对面女孩看过来。对面女孩看过来。好，回答正确，下一题。两个字的艺人名。哇、wow、两个字的艺人名。王月，王乐，王月星，两个字的艺人名。是什么动物？虎月，虎音。你唱的是什么？你唱的是？我唱的是。你是一个干嘛的？你是唱什么？歌手歌。对，胡歌啊。回答正确，下一题。我唱的是。中毒了，这典型中毒的。好，下一题，四个字的歌曲名。加油。对，对。5、4、3、2、1。时间到。一辆出租是什么？一辆出租。很棒，很棒，很棒！来，掌声给他们。棒棒棒棒棒棒！真厉害，厉害，厉害！我俩有点稍微笨了点。刘宇宁答这种题都是直译，新蜜蜂。新蜜蜂。一辆出租，一辆车，一辆车，一辆。我最喜欢的是这个。你唱的是什么？我唱的是，下面要猜题的是谭健次、秦霄贤、杨迪三位少侠挑战。大哥和迪哥俩人站在这个气球下面，老秦来进行描述。让我俩猜。我们俩猜，那简直就是，啊，两个中毒的人，双剑合璧了。好，来。三分钟计时开始，四个字的剧名。这啥呀？这什么？四个字的剧名。动物世界，动物世界。猴鹿。猴，西游记。那个李艾梅赢。好，回答正确，下一题。天哪，天哪，猴戏帅哥和白鹿。啊，两个字。下一题，四个字的剧名。好棒啊，老秦。那个是袋鼠，袋，漂亮了，亲。哦，那个月，月是对的，月是对的，有月亮。月什么鼠？你过来呀、啊！那个什么月球来着？月球是对的，什么月球？独行月球。回答正确。哇、哦，他们很厉害。两个字的，下一题，两个字的艺人名。哇，好棒！杨子，回答正确，下一题。我连羊还没看到。下一题，三个字的艺人名。嗯。快！这个有点难。睡觉，老秦，秦霄贤。打呼噜的吗？睡觉的。好漂亮，漂亮。睡，上。上，娃，睡觉会怎么样？做梦，比心脸上做梦，做那个中间是个什么？小孩，小孩又叫娃，又叫 baby， 又叫儿婴，什么过就又叫过。他比得很好，下一题来过了啊！四个字的歌曲名。这个跟大哥有关系啊，四个字的歌曲名。那个你们等，那个跟毛晓彤跳那个什么舞那个名字？孤独颂歌。回答正确，下一题。玩不过大哥。三个字的艺人名。艺人。4、3、2、1。好，时间到。你竟然没被吓到，吓死我看到了，吓死我了。太棒了，来掌声给他们，练。这个孟子义，
孟子义吗？哈佛老比雷亚加比心吗？哦，我说这个叫什么娃娃，又叫什么 baby， 婴儿，又叫婴儿，孩子怎么那么难说出口啊？他叫子孟子义。哦，天哪！好，接下来要猜题的是老秦和雪琴，要描述的是大哥。来，如果这里面的 emoji 不够，我可不可以自己做 emoji？ 肯定是够的，要用这上面的啊。来，我跟你说，你们刚才发挥的非常好，我觉得《一念关山》剧组的朋友已经整个看到懵了，懵了，看呆了都。对，好，准备三分钟计时开始。好，四个字的剧名。一念关山。剧名，剧名。家有儿女。回答正确。我还没拿完。四个字的歌名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回答正确，下一题。啊！大哥快忙死了。下一题，两个字的艺人名。漂亮。白宇。回答正确。李雪琴没猜出来。哦哦，早让你说了。下一题，四个字的艺人名。哇，这个有点难。易烊千玺。不对。古力娜扎。迪丽热巴。回答正确。哇。下一题，三个字的艺人名。古王。对对对，王王。哎，王那边那边，你刚拿过去了吧？王一博。回答正确，下一题。下一题，四个字的电影名。宝宝。电影名孤注一掷。不对，开始猜了，纯懵了，开始啊。保你平安。回答正确，下一题。三个字的组合名。五月。五月天。五月天。五月天。不对，这一环节叫 emoji 猜。刚拿过，刚拿过，刚拿过。用过的在第七，在第七呢。第七题，第七题。小虎队。回答正确，下一题。好恐怖啊！他们三个字的艺人名。我该忙哥，忙大哥，我们开始盲猜了，给一个就行。没有啊，那个里面一个都没有吗？大哥，啥？谁？猫。猫毛不易。哇，全部答对。太厉害了，太可怕了。好，来，获胜的是好六团，那么诗诗队长可以得到一个线索，那下面呢我们要给出这个线索了。我们把线索呢绑定了在我们的芒果卡中，我们把这个芒果卡呢插进我们的线索装置，就会出现线索内容。下面请泽林来开启线索装置。诗诗你可以过来看。准备，三二一，走。啊，写的什么？来，试试跟大家公开一下这个线索。六道堂的少侠中有清醒的少侠。那就这两位之间，他俩中间有一个清醒的。是这样，在拔剑之前呢，我们先行使一次我们诗诗姐的这个换人的权利。哦，对对对对对。你觉得豆豆、雨宁和小芳谁有可能是中毒的，把他换走？我很清醒。他告诉你六道堂有清醒的了。我很努力，我现在真的很努力。我也很清醒。谁啊？谁？诗诗小声的跟我说，但是声音好大。谁？凭你队长的直觉，跟你拍那个一念关山，你觉得今天他们三个谁有一点怪怪的？好，我知道了，他的眼神，他觉得豆豆有问题，对不对？你把谁换过来？我们四个更怪。谢谢你帮我排除。对，我跟你说，诗诗是这样的，还有一个方法是要把更会赢下面游戏的人换到你这队来，因为这样可以得到两条线索。啊，下面的游戏是三二一，看这边。
我哈，刘宇宁选择我，因为他害怕我下一回合泼他。好，现在豆豆加入了好六队，迪哥加入了一念关山。Yeah. 好，来，四位请上台，来拔一下剑。如果这个队伍是纯清醒的少侠，就可以把剑拔出来了。来，敢不敢呀，两位少侠？当然敢了。来，来，准备，三、二、一，少侠请拔剑。一二三，走！怎么不说要喷气啊？他就是他，我跟你说，你相信我一定。他中毒了。好的，说明呢，在诗诗目前的一念关山队伍当中存在中毒的少侠。没错，中国移动5G 速度快，信号覆盖广，通话流畅不卡顿，让我们一起进入少侠有身手环节。好的，接下来呢，我们的队形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。一念关山队呢，现在加入了我们迪哥；好六团队呢，加入了豆豆。那么现在呢，通过这个游戏的两个比拼，获胜的如果是诗诗这一队的话，可以得到两个线索。没错，如果获胜是好六团的话，那么只能得一个线索。嗯，好不好？我们这一轮有两个比拼，要反映的是各位少侠的身手怎么样。我们第一个比拼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三二一，看这边。首先，让我们有请的是雨宁和诗诗，还有我们的大哥和老秦。哇，哎呀，那完了，宁哥。雨宁，请坐这儿；诗诗，请坐这儿。雨宁，你把我换过来以后，碰上了更狠的人。大哥是防守的。哦，我是那个对。你们中间可以讨论，也可以换，好不好？好，不换，不换，不换。不换。哇，我好久没有坐到过这边了，是不是？我手都生了，现在试一下，好久没拖过了。我试一下这个角度。诗诗，其实不用了解这个规则，你就每一回合都拖就行了。对，这样最好看，对不对？如果紧张，不用管那个盾，就教人是不是。对对对，我是这队的，现在真没教好人啊。我们其他三位都玩过，我跟诗诗姐再说一下我们的规则，就是我们首先他们两个会石头剪刀布决定攻守顺序嘛，然后比如说老秦赢了，他就会来三二一看这边，如果老秦指的是这个方向，然后雨宁哥刚好看的是这个方向的话，那么他这边就会进攻，然后诗诗姐你就要拿这个盾然后帮他挡，如果是雨宁进攻然后老秦看的是这个方向的话，你就要用这个水来泼到他的脸上。嗯，问一下听明白没？好像明白了。说白了就是我进攻的时候，我进攻你只需要拿盾就行。对，对，就可以了。好，没事，试试吧。哎，就试两把就试试就试试。石头剪刀布，赢的人先攻。来，准备，来吧，石头剪刀布。不不不不。好，老秦先攻。好，来准备。我想想啊，准备拿盾，准备拿盾。这水可以放下了，这水可以放下，因为他进攻。啊啊，对。而且我们手不能先放在上面。不是，你就准备拿盾就行。好的。放到这儿，放到附近，但你不能抓着，放到附近啊，这样。好，来，大哥你也放附近。大哥你也放附近。我手生了。大哥都没准备拿盾，我跟你说，来准备。等一下啊，来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三二二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三二二。吓我一跳。别激动，别激动。来，三二一，看这边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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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破！哇！破！哇！破！哇！哇！哇！反应和速度都是对的，心要再狠一点，好不好？要心要狠一点。我跟你说，他们不会给我留面子的。我打个样，现在老秦输了一分啊，刘宇宁赢一分，老秦进攻，三二一，看这边，漂亮，看这边，漂亮，看这边，漂亮。就是这速度，还伸进去了，又进去了。而且他下面裤衣服还是扎着的，像我们都不是扎着的。对不起，没事，就是这个反应速度，好不好？来，没事，破回去，破回去。好，来，现在一比一平，刘宇宁进攻，宇宁哥进攻，来，三二一，看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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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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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一开始变，不对，二一开始变，那不对，那不对，不对，你也不对，你被子里的水呢？我没有水啊，被子里，我拿了个空被子，哈，可以，没事。拿盾牌，别着急，是这样。不好意思，我十年没上综艺了，十年。好，现在刘宇宁继续进攻，现在老秦领先2-1。没错，来，宇宁哥，好，三二一，看这边。来，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来，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二一，看这边。诗诗姐直接定住了，你泼吧，我就拿这杯水，你看怎么着吧，你泼吧。完全不知道是谁跟谁，没事，就是没事。我跟你说，那个诗诗被刚才那个不应该泼的那杯水，心房已经破了，你知道吗？对，不敢动了。我还停顿了一下，对，我泼还是不泼？好吧，三二一，看这边。我都没动，我就这样了。刚刚那一趴是这个游戏以来那么慢的速度，还可以泼满脸的。两个人都在等对方哦，他好像没有挡的意思。现在是，老秦继续领先。老秦继续领先，3-1。对，现在宇宁继续进攻。该他了，你准备泼就行了。对，对，来，勇敢的泼。对，三二一，看这边。该我了。该他你就准备拿这个了、啊。别准备防着就行了。来，三二一，看这边。该他了，你别一直提醒人家吧，好爽啊，人家知道是会好人会啊，笑死眼泪。我攻击的时候你拿这个，他攻击的时候你就准备拿这个。对 OK， 好搞定啊，对，三二一，看这边。来，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该破了、哎、对了，该破了、哎、对了，破对了，为什么大哥一脸水？建起来的，你一点没湿，一点没湿，我怎么湿了呢？因为是这样的，诗诗呢这回终于泼了，节奏也是对的，然后呢动作也是那个对的，但是呢稍微有点泼出去的时候手往回收了一下，所以那个水啊是这样的，然后溅到桌上，哦，溅到桌上的，对对对对对，全到你脸上了，来。2-3，现在宇宁扳回了一分，老秦进攻，来。现在是什么？该我了，你该怎么打他？他进攻，你拿这个，还是得输，还是得提醒呀。对，就是松点就行。你让他玩，你们让他玩，所有人都在教他，别慌，老秦进攻，你就准备防守，对他，我进攻你就准备那个，对，来，来，三二一，看这边，三二一，看这边，来，三二一，看这边，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不紧张，来，现在老秦又要进攻了，来手放这，快了，来，三二一，看这边，三二一，看这边，来，三二一，看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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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破，给你破，破。现在是破天的不归，轮到老秦了。好，现在场上比分拉回3-3，现在老秦进攻。来，三二一，看这边，破他。你怎么回事啊？大哥，你怎么回事？刚刚大哥甚至先挡再泼，这一道流程，他抢了你的盾牌，后来发现又不对，又泼。没事，还急不急？4-3，现在到你的赛点了。抢五是吧？对，抢五，你要必须把这一分要抢回来。你如果这分输了，你们就输了。了解了 okay, 好，加油，来准备，刘宇宁进攻，最后的赛点。你是泼的啊，诗诗。他知道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来，三二一，看这边。破的，破的，
二一，看这边，泼他，泼他。这个游戏玩出了从来没有过的一种真的祥和，好祥和，真的。诗诗姐像那个《疯狂动物城》里面那个闪电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嗯，恭喜诗诗队长毕业了，厉害厉害厉害，太不容易了。好，精彩精彩。现在呢，最后获胜的是好六团，下一个游戏一定要赢啊，诗诗。下一个游戏再不赢的话，咱们又只有一个线索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么现在进入到下面的挑战，叫做少侠，听我的。下面这一轮的规则呢也非常简单，每一次呢是全员上场，然后一名成员站在屏风的一侧，用语言描述面前的图片，其余的人呢要根据他的描述来摆出对应的动作，按照每个人的完成度，我们的导演组会打分，每题呢限时90秒。这一回合呢，我和何老师会加入到我们的一念关山队和我们的好六团队。首先呢是我们这个好六团队来上场了，请大哥队先来。首先呢由老秦来描述，其他的人来摆动作，而这一轮的泽林会加入你们队，因为他会涉及到四个人的动作。好，来请上场。哦，我坐这边是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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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老秦来描述啊。准备，第一题我们只有90秒啊，来计时开始。咱们四个人就是说话呀，你中毒不浅啊。两边人就那样式儿，老秦就两个人，两个人背对背。什么两个人背？哪两个人背对背？外四个人并排站，四个人同时背对背是吗？不是，这两头的这两边的人。OK， 好，背对背站，然后。弓箭步嘛，这叫弓步。谁弓箭步？弓步，然后两个手呢？四个手要碰到一起。四个手，我只有俩。哪四个手？他们一共八只手。看他的图是什么样的。你们就是两边的这两个人的手要仰着，然后碰到一起。啊，这样吗？这样。然后中间这两个人呢，背对着观众先站着。在玩死他们背对着观众，然后中间的两个人从中间背着穿过来，然后一只手扶地，然后一只手在上面比心。什么？背着穿过来。我太好奇了，我一定要去看一眼。我想知道是什么。你那个图片上的是人哈？是人，是人，不是什么蝎子啊什么的。不是不是，都一定要倒着啊。倒着，倒着，中间的人倒着还是两边的人倒着？两边的人就是背对背，然后弓箭步，然后两个手呢举过头顶，然后碰到一起。中间的两个人呢要背对着观众，然后从他们中间这个圈穿过来，然后一只手扶地，中间的另一只手在上面比心。什么呀？很多人腰都快断了，反正。真的，这个腰确实有点疼。不对吗？不是背对吗？对，背对，背对，背对，这样，这样。好，请拍照。来，我们对比一下，对比一下。我觉得，真的，不玩笑的。我们对比一下啊。其实说实话，说实话，他的描述呢，大差不差。但是确实很难，好不好？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对比情况。啊！不管怎么说，泽林和豆豆是对的，对吧？那不是背对观众，对的。哎呀，是这样，那不叫是背对的，那不是背对的。你认真看，是不是背对？你他转过来，哦，是背对的，不是。你应该说中间两个人模仿蜘蛛侠，但那个丝喷到地上，那个太难说了，这个。哇哦，他是背对的。打分了吗？打分了吗？好，来请亮分，看看小芳。好，五分。满分是几分啊？10分。满分是啊？满分是10分啊？1分有点过了吧。小芳你给了1分。哇哦，你们加起来是个满分呢，三个人加起来是个10分。1分啊！来说说看，说说看，你还不如0分。这一分怎么得到的呢？问一下啊，就给0分是吧？因为不能给0分，所以没有0分。这我就那么一说，你没准最后赢就赢在这一分了。来啊，来讲述。导演组给大家设计题目的话，肯定是从简单再到难的，所以这是入门题。这是简单的。对，你们队伍里面可以找一找问题到底出在谁那儿。出在我行吗？啊哈。
对，有人承认就行。问题就出在题那儿，那题太……好，这还是入门题。那么下面换到我们一念关山队了，我们诗诗队了。诗诗队呢，首先是诗诗的描述，我们其他人来摆动作，我会加入。来喽，加油啊！好难。他主要有的动作坚持不了很久。这么难？他已经看完了图片，现在皱起了眉头。皱起眉头，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来准备，计时开始。前面两个人，后面两个人，然后我们在前面，前面，我们 后腿比较软的人在后面。何老师，对自己选，我软一点，我软一点。这个谁是谁还带着后腿来的？我想问一下。一般只有四条腿的有后腿。诗诗，我只有一点前面，我没有后腿。我们是人，没有前，我们是人，我们只有两条腿，前前腿。后腿，学过舞蹈的人会说后腿。打戏打戏打戏会有踢后腿的时候吧，后腿比较软的在后面。啊好，嗯，然后呢，前面两个人相对的里面那一侧的腿跪地。里面那一侧的腿，哦这样 ，OK。然后外面那个腿在旁边打开。打开。在地上，在地上，在地上。是脚趾打开吗？腿就是旁侧腿。好，打开了。对，然后右手扶着自己的谁呀？右脚。前面的人，后面。前面的人，前面。我现在都说的是前面的。哦。对，然后呢，上面那只手，然后在自己的耳朵旁伸直。耳朵旁伸直。往上伸直。掏耳朵呢，在这。往上伸直。耳旁伸直就这样吗？这样。好嘞，然后后面的人里面的手在上面交握，然后外侧的那个腿就用右手搬起来。我左面，我右面能软一点，我右面软一点。我一个 L 型的腿。哎啊啊，这样。往上的 L 型的腿。往上的，掰断了。来，摸脚还是摸腿？我准备。抱着自己的脚。九，八。啊，就这样，勾你。六五四三二一，可不是雨宁哥，你想他这肯定是一个对称图形吧，他这样搬你怎么可能是这样搬呢？没有这样搬啊，你看他。哦，你这样搬啊？对啊，他不是 L 型吗？来，我们看一下他们的图片。哦，我们还要测个腰。雨宁的是反的，对，雨宁的腿搬反了，他想的 L 型是倒过来的 L。对，倒过来的后腿嘛，我一直说的是后腿。主要是一开始我们找后腿找了很久，因为我们就两条腿，我们没有前腿后腿的分，那个是形容，诗诗的形容都好精彩的四只动物。对，但是他说的是很准确，你看他给我和。其实他给我和迪哥都说对，非常准确。对。但是呢，我们俩主要是腰可能没那么软，所以呢就没有办法弯成这个样子。我觉得还可以，还可以。而且我们俩在前排，对我们这个都很友好，非常友好。对，来，我们来看看导演组的分数。哇，十分啊，很高耶，满分了都，非常的高，这个分数已经高到了26分。啊，这还是第一题，下一题请迪哥来进行描述，诗诗请加入。现在就要观察一下迪哥的表现啊，迪哥如果带身份的话，他会乱说的。我都不知道怎么说。好了，迪哥，我们好了，来吧，好了哈，来准备，90秒，计时开始。首先选出一个人站在最前方，他的。后腿，他的左腿膝盖跪地，脚尖朝天。膝盖跪地怎么脚尖？他的左腿膝盖跪地，脚尖朝天，他的右腿脚尖着地。啊？膝盖跪地。那个手肘处挨地，整个手贴在地面，脸看地，
右手指天。我乱了，我来。重说一遍。这是以第一个人啊，站在最前面那个人，柔韧性要非常好，因为要把自己蠢蠢的折起来，像个蜘蛛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这样，对吧？等一下，这个人朝向是朝前面吗？他在脸朝那个头顶朝前方，脸朝地，头顶朝前。他的头顶是朝前方，脸朝地。怎么了？可以选出来的前面那个人是何老师。何老师，你还好吗？要不要换一下人啊？我还好，我待会儿那个98.7的时候我再做，好晕。好，第二个，后面的人，剩下的三个人啊，在后面站成一个横排，站成横排以后，手做一个那个拜的手，突然打开，变成一朵花，那个手，每个人的手都变成花，三朵花，面带微笑，然后旁边的两个人大劈叉。中间那个人踩在他们劈叉上面。三个人要组成一座山，马栏山的山。哦，明白，懂了。你踩在这儿吗？踩在这儿吗？来，再顶上。是站腿上，站顶上，在大腿根上。膝盖微弯，不然膝盖微弯，要不踩不住。哦，工字步，我看出来了。十。九何老师七比划三二一，基本一样，真的基本一样。来，我们看一下那张原图。哇哇哇，何老师不用头全部挨地，你说的头挨地，脸朝地，不是脸着地。绝了，好厉害啊，真的很棒。耶，好，我们再次来看一下导演组的打分，来，请亮分。五。哇，这个确实，这个太难了。好棒，迪哥描述的也非常好。第一个动作太诡异了。本来我们想第一个让诗诗做的，越做越不适合他，越折越厉害。当我听到脸着地的时候，就觉得我来吧。好，非常祝贺诗温。也就是说，这一轮呢，我们刘诗诗队可以获得两个线索。哇！本轮呢，我们诗诗队长可以获得两条线索。现在请泽林用我们的芒果卡来开启线索装置。好，来准备三。二一走。哦，第一个线索，你的队伍中有两个中毒少侠啊，整个人不好了。一共三个队有两个，他们俩有两个中毒少侠，他们俩有两个中毒少侠。这俩好，还有一个线索，第二个线索，再看看第二个线索，唱歌好听的少侠中有清醒少侠。夸起来，家家都张灯结彩。又打歌。现在至少迪哥肯定是中毒的。怎么会？很有真，我有的时候是故意的，我唱歌真的还行。因为他俩中有一个清醒的，然后他们仨中有两个坏的，那肯定迪哥是那个中毒的呀。哎呀，要你在那儿推理吗？真是，队长都没说话。队长别听他的。所以很简单，我们诗诗现在分析一下，你看雪琴的分析是对的，对不对？是的，对吧？就因为歌艺吗？是是，对吧？录完以后去 KTV 我展示一下，真的还行。没有，刚才因为他们两个里面有肯定有一个是清醒的呀，不能这两个是中毒的，所以你肯定你必毒啊。开始抠嘴了，不录了。但诗诗姐要考虑一个问题，就是你接下来要把谁换过来，因为你的队伍当中有两名是中毒的，也就是说明他们四个当中也有两个是中毒的。哦，对，一次是只能换一个还是可以连换两个？只能换一个。对，一次换一个。我不走。这是你能决定。 就在一念关山，我不走。我换老秦过来。好，老秦换过来。把谁换走啊？
诗诗诗诗太可爱了，诗诗太可爱了，诗诗现在你知道吗？他又不好意思说，但是他好明显，不不不我知道把谁换过来。好，杨迪换走，然后为什么把老秦换过来？为什么换老秦？为什么把老秦换过来呢？因为我觉得刚才做游戏的时候，他有一直在，帮好人赢。嗯，他有吗，姐？他的那个描述，哎、咱有啊。老秦是因为刚才的这个反应得到了认证，他可能不知道你一直是这个反应。我今天是最清醒的一天，就是。好，现在老秦加入到了诗诗这一队，那么迪哥呢要回去喽，请你们交换马甲，拔不出来。那我觉得这一轮就不用拔剑了吧，因为他有两名中毒队员嘛，他只换了一个人，那肯定是拔不出来。对，对这一轮线索给的很透，我们进入到最后一轮的环节，来吧，加油！现在呢，我们已经到了最后一次机会了。我们的诗诗队长呢，需要把握这次机会，把自己队里的中毒的少侠换走，没错，让他去跟杨迪一队。来呀！反正已经暴露了，我黑化了，嘿嘿，拔不出来。好疯狂！好，我们来介绍一下本轮的规则。接下来我们是两队的团体比拼，我们两队呢是轮流唱同一首歌，但是呢指定的歌词会用动作来代替，然后优先完成的那一队获胜。哪一队唱到更远的地方，没错，哪一队也获胜了。对，好，大家看到今天我们都玩得特别开心，晚上聚餐的时候肯定少不了我们的醉酒，4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聚会的好搭档，风味醇厚，口感柔和。对，特别是现在天气冷了，大家可以在吃火锅涮羊肉的时候开瓶醉酒，给寒冷的天气带来一点暖意。一到二人小酌可以来一瓶135毫升的小瓶装，人多的话还有500毫升的大酌。没错，暖锅加醉酒，期待已久，一会儿下班了也要带几瓶给我的好朋友们。那不就是我们吗？没错。喝起来。那现在这样啊，各位清醒的和不清醒的少侠都要醒醒了，因为一队在挑战的时候，另一队就会变身为裁判。好，我们首先呢，大家一起来注意，我们不能唱的字是我、你、一。首先，请老师上场来教一下，来吧。首先是我是用哪个动作？啊，还要嘟嘴吗？诗诗队的老秦过了啊。老师，老师。好，你。哦，反手比心，这些动作是从刚才那个游戏拿过来的吗？反了，反了，反了。那边，这边，左边，左边。哦，在这儿。手反了，对，好。接下来是一。哎呀，这个。手和腿都比心。头往左。来，大哥跟诗诗好不好？石头剪刀布，赢的人决定挑战顺序。石头剪刀布。石头剪刀布。好，你们先来。你们先来。哎呀，打个样。一念关山队先来，一人盯一个号。好，准备挑战开始。咱们别看我了，我第三。喜欢用的音调唱出的味道，这一秒感觉你甜蜜的发笑，白昼夜雨知道爱有何声调，才明了是你眼神传来的好。他说你了，是你眼神传来，他说你了，谁？宁哥，六道堂堂主。我唱了，我因为他是主唱，你发现了吗？好，刚才是雨宁唱了给你，三二一走。好，下面轮到我们大哥队了哈，让你们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唱出来。 对, 对，好不好？我们唱出来。喜欢用，对，喜欢用，喜欢用，对，越大声越好，越容易对。对，来来，你们得亢奋起来、啊、来，加油！哎，我们一人盯一个人，一人盯一个，没问题。嗯、准备，挑战开始。你的微笑，喜欢用的音调唱出的味道，这一秒，这一秒。就是让你亢奋起来，这就对了。我对不起你了。哎，没事，还会错很多次的。
音高很高啊。对方的气势已经拿出来了，看看你们有没有了，好不好？没有，没有。如果你们没有这个气势，那就对方很有可能会挑刺儿哦。唱出来。第二次挑战开始。喜欢哟，喜欢哟。好嘞，跟着这个调，五六七走。喜欢哟，我的音调唱出的味道真妙。如果看见天地在发酵，那一种眼睛知道，哎呦。高声道，再见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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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我见了，再见了，再见我也不知道他错还是对他们也反应不过来，因为如果单轨放诗诗姐的音频的话，我相信一定是没有声音的。有有有，不信我们听一下诗诗的单轨回放。把用的音量唱出的味道真妙，就是看见天地的发酵，观众愿意知道，哎呦歌声高，再力量有哎，人真有哎，真有哎，真有真有真有，而且试试有一个新的功能，它可以边笑边唱。这首歌就叫你的微笑嘛，我觉得挺好的。真的已经很远了，我的注意力已经转移了，已经不看动作，我看他们能不能唱上去。这个太高了，真的听一下秦霄贤的单轨，我刚在他旁边。秦霄贤已经开始吵架了，老秦的吵架式的独唱 solo 来。喜欢用音调唱出的味道喵，说着跟丽丽在发酵，一分钟前你知道，哎呦高声道这边量太高了。好，现在稍微领先一点的是我们诗诗队了，来加油好不好？加油大哥队，第二次挑战靠本来，挑战开始，唱上去啊，动作都忘了快。来，喜欢用的音调，喜欢用的音调，唱出的味道真妙，就像看见你的发酵，一分钟一眼就知道，哎呦，歌声到才明了，夜深传来的暗号，太多的幸福报道，拼凑爱的美妙，笑一笑，我说你妈的妈。早就迪哥整个一个开始 freestyle 了，怎么了？啥的事儿？理不直气也壮，你理直气壮想一想，这大哥后面还有尾音想一想，大哥后面这些尾音都怎么加上去的？唱得很好，上我们起码七分钟。这样吧，犒劳一下大家，我们听一下弹键词单轨。要听尾音啊，尾音非常重要。哎呀，我这马上要发专辑的人会影响销量。来，喜欢用的音调唱出的味道真妙，感觉甜蜜的发酵，一百种语言知道，哎呦，歌声到才明了，大声传来的暗号，太多的幸福报道，拼凑爱的美妙，笑一笑，和你好好撒娇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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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一边唱一边求放过，求放过。这样吧，大家把这个当作最后一次机会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只要唱到这一秒，决定拥抱你的美好，后面就很容易了，好不好？来，准备挑战，开始。喜欢哟，喜欢哟的音调，唱出的味道真妙，不感觉甜蜜在发酵，百种言语知道，哎呦。歌声高才明了，
传来的爱国的幸福报道，拼凑爱的美妙，笑笑，爱你然后撒娇，不需要别人来教，把爱紧紧抓牢，这样就拥抱给的美好，爱心是独特的味道，在自己住的人让别人走不了，只有知道你在这世界不再单调的微笑，明白就很好，真的拥抱最高。已经走得够远了，真的完了，我已经盯不住了，我现在视线完全被老秦吸引过去，老秦后面动作都不做了直接。我想问一下雨宁，你为什么一直在笑？没有，因为很早就做错了。我跟你说，只要别人没有点，你就自己心态要强大，信念感要强，学习雪琴啊，学习雪琴，错了你就不管怎么样，你们已经冲到了快倒数第三句了，好不好？现在呢是大哥队的最后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唱完吧，唱完吧，不做效果了，唱完，唱完，唱完。嗯，其他人好不好？声音要出来，好不好？唱完，不要被大哥完全声音盖住，好不好？如果实在不行，可以借鉴一下大哥的唱法，借鉴一下大哥的唱法，好吧？来，哎呦，好，大哥队的第三次挑战，开始。喜欢哟，别着急啊。喜欢哟。的音调唱出的味道真妙，在你眼里的发酵，在众眼里知道，哎呦，歌声大才妙，今天是何来的爱好，爱多的幸福报道，拼凑爱的美妙，笑笑爱你然后撒娇，不需要别人来教，把爱紧紧抓牢，这一秒你拥抱的味道，在我心中微笑，在我心中微笑。咋的了？咋了，大哥？你是那个结印了是吧？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我跟你说，大哥被自己打败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玩这个游戏，我反应不过来了，怎么？陷入魔咒了。获胜的肯定是石狮队，唱得更远。下面呢，我们来一次这个爱的礼赞，八个人一起来挑战，看你们能唱到哪儿去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勇敢的冲，八个人一起挑战啊！挑战开始。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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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棒棒棒棒棒，好厉害呀、啊！大家都好。那么因为刚刚呢，我们狮狮队唱到了倒数的第三句，我们可以由狮狮队获胜，获得两条线索。下面呢，泽林用我们的芒果卡来开启我们的线索装置。动感地带芒果卡它有一些功能，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。是的，我们的动感地带芒果卡呢，不仅拥有芒果 TV 和咪咕视频的双平台会员，流量畅快刷，网速更丝滑，现在办还有机会来我们的好溜现场看哦。是的，而且今天呢是我们中国移动动感地带的生日，让我们一起祝他20岁生日快乐。大家可以参与我们好溜动感地带芒果卡的互动，我们将抽取300位幸运观众，送出我们经典游戏321看这边的环节的同款套装。哇，厉害厉害厉害！好，来，我们请狮狮队长来，我们来看看这两条线索是什么。两条，准备，321，走。你的队伍里面有一个中毒少侠。哦。
也就是说老秦是干净的，那就是他俩了。一个身份依然聚集在雨宁跟芳芳之间。第二条线索，这是什么？这画的是什么？啥？哟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这是一个人的胳膊，这是一个人的胳膊。谁呀？要么就是雨宁的胳膊，要么就是芳芳的胳膊，要么就是大哥的胳膊。来，大哥，大家把胳膊露一下不就行了吗？亮出来。我现在不行了，你现在也行。哦。是这条吗？好，来，就这条了。芳芳的呢？芳芳的呢？哇，雨宁好白啊！来，雨宁。还行，芳芳的。哦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请诗诗队长来做出决定，你要把谁换走，把谁换来。嗯，把芳芳换走。把芳芳换走，为什么？呼吸不过来。那为什么不是雨宁是芳芳呢？因为豆刚开始就跟我讲，还有场外信息，他说他跟芳芳都是好人。哦，哇，这个信息好。但问题是豆并不知道别人的身份，是不是？我不知道啊，所以这句话对你有影响，是不是？有。OK， 好，芳芳，哇，你被队友背了，你要不要争取一下？为什么不是你而是雨宁呢？放弃了，对对，我无言以对。这个时候一定要淡定，不要被他们给迷惑。好人不要别人了，就你最慌。这个时候我跟你说，这个时候所有的摄影机都会捕捉你的微表情，非常非常坏，你知道吗？好，芳芳争取一下嘛。一路以来真的尽心尽力，然后就很有在很努力，你明白吗？再说了，你说像嗨六这个节目会让你们那么顺利吗？不可能，你俩肯定是对头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一定是我。到点了，可以了，到点了。不会吧？我也有，还没到呢。好，那雨宁，为什么你是清醒少侠？这很明显，刚才那一轮线索是跟唱歌相关的吗？现在还是决定换走芳芳，对不对？那把谁换到你的队伍里面来呢？大哥啊，因为那个胳膊你觉得是他的。大胳膊。因为大哥的大胳膊。嗯，好，那老秦、雨宁、大哥和诗诗一起登上马栏山，试试看是不是可以拔出这把六方宝剑。可以的。你是好人吗？我是。你清醒吗？你没毒吧你？我没毒。请我们的队长站在中间，四个人一起看看能不能拔出来哦。3、2、1，走！恭喜成功！拿着，恭喜我们少侠队长成功的集齐队友。在这里呢，我们也祝一念关山收视长虹。好眼力，还挺难的耶。我们很明显吗？其实挺难的。我觉得最难的是第一轮把豆豆换走，因为豆豆一点看不出来，真的是不是？那是一个直觉，对不对？不是，他看着我心虚啊，害怕看出来。其实豆豆并不知道你是，对不对？他不知道，所以你看，我就说你不要去给别人身份。好，我们今天要接受惩罚的就是我们四位中毒的少侠了。你们的惩罚呢是要发9宫格来为对方宣传，也就是说，好六的我们雪琴跟迪哥呢是要发8张自己的照片。太好了。然后呢，中间是一念关山的宣传图。OK。豆豆和芳芳呢是要发8张自己的照片，中间是你好星期六的宣传图，好不好？没问题。好，在这里我们大家呢多多支持一念关山，也欢迎各位再来我们好六街玩，谢谢，玩得非常开心。
开瓶醉酒，期待已久，醉酒提醒您下期看点。好六影视城世镜大会惊现多名卧底，每一轮都有不同的卧底，并且知道那个项目的所有答案。大哥在听规则的时候面色就已经凝重了，一听到卧底两个字、哎、抢歌全开麦，他一反常态。无名之辈，我是谁？忘了谁也无所谓。卧底，卧底，卧底，宪哥，宪哥，我就想好好玩游戏，因为我玩这个游戏，我也能进前四，不需要当卧底。金粉世家，来来来来来。爱会在灰烬里重生。回答正确。像不像卧底？小稿在哪里？大哥，别装了，你还没有熟悉我当卧底的套路。面对犀利提问，选一个人陪你回东北见父母，陪你回东北见父母。那个我特别爱东北。不是，对不起啊，大哥，我妈特别爱他。哎呀，没办法了，大哥。卧底是知道哪根绳危险的。我就减四了。他竟如此平静，还真是四啊。有剧本的答题，正确啊！哎呀，暗潮汹涌。卧底，卧底，救命！哎呦，躲过了四轮。宪哥是不是分够了，不想被喷？完美避开呀、啊，干干净净下班啊！太卧底了，我不是卧底，我真的觉得是任命。绝不是我，绝不是。周游不是。我的天哪，不是我呢！真相，我现在毛骨悚然，即将浮出水面。你好星期六首席合作伙伴醉酒，开瓶醉酒，期待已久。淘宝你好星期六，下节更精彩。淘宝你好星期六，现在继续。你好星期六，精彩看不够。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，12月16日天猫双旦鲤鱼季开启，感谢首席合作伙伴醉酒，开瓶醉酒，期待已久。上微博搜索你好星期六，参与话题互动，解锁更多节目玩法，锁定你好星期六，接下来还有很多精彩内容，让我们一起期待吧。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，12月16日天猫双旦鲤鱼季开启，同时我们感谢行业指定中国移动，中国移动 5G 引领快乐出发。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通过芒果 TV 国际版 APP Mango TV 同步收看你好星期六，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，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。你好星期六，你好漂亮，感谢你好漂亮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以上就是本期你好星期六的全部内容，你好星期六，精彩看不够。下周六还有什么惊喜呢？那就下周六再见吧。Yeah. 请大家多多支持一念关山。